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种我目前试过最好用的双眼皮贴，就是这一种 Wonder Eyelid Tape。这个价钱呢，可能会比一般的贵很多。我在美国买，连运费在里面好像是$22。不过这个真的比其他我所有用过的都要好用，它一整天都可以维持你想要的双眼皮。里边就会有三排这种白色的，然后它两面都粘。你把它从这个上面拿下来之后，然后再撕开这个白色的纸，就粘在你想要的地方，它就会把你的眼皮粘在一起，你就会有你想要的双眼皮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试一下，但是我还是新手，所以也不是很熟练。你把它拿下来之后，就会变成这种样子。它会附送一个这个白色的夹子，你就把它粘在夹子的一面，然后把它再粘在你想要的地方。OK， 这样双眼皮就贴好了。我建议大家是在想画浓妆或者眼线画的比较粗的状况下再贴，因为如果你每天贴的话，眼皮会开始下垂。另外呢，就是在贴双眼皮贴的时候，最好是不要化妆，不要上底妆的状况下，这样才能够持久一整天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